每一位几乎都有副业，对不对？都有，而且做的还蛮成功的啊。对，最成功应该是他吧？不，康哥，目前是他，目前是他，康哥，因为我现在只剩一家店了。那向你看齐这四个字，我就讲不出口了。哎，不用，人生都有起起伏伏。但是他当那两家店经营的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啊，谢谢。那你们觉得开店最困难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每一家店真的都是有它困难的开始。开店哦？对啊，最困难是人。人和的问题是，就什么人摆在什么位置，所以你到底跟谁不合，你直接讲。不，我都很合啊，就是摆在什么位置之后呢，他又不会跟人家吵架，那他又不会哭，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。感觉哇，你们很多故事啊。对啊，很多。他在哭，他每一集都在哭。我哪有哭？哭是他的梗，是吗？哭是他的梗。你确定不是你哈？不是我。哇塞，撇得很干净呢哇！炎亚纶也是啊，就你的副业也是经营的有声有色。他是里面最有钱的人。对，哎，不要再乱讲了，真的不要、超有钱。他真的很有钱，你是不是想要害我被国税局追税？他在现场擦汗是用钞票擦一擦。哇塞，这什么？想要给我什么形象到底？那你都是用1000的还是2000的？他都是用2000紫色的。他西游的时候是用美金，夸张哎！我2000的时候是补腮红啊，有那个掉漆的时候，对对对，紫色的。为了这个来吧营业中，听说你也有邀请很多的贵宾，对不对？贵宾啊，我们其实每一集来的来都是贵宾，来头都不小，都蛮贵，然后都被我们惹毛。为什么？不，可能是服务态度，可能是餐点，也有可能是甜点做的不好，还有酒上错。还有酒上座，讲太多了。讲太多了，这样人家会觉得我们是个烂店。是不会。前三集看起来真的是可以收一收算了。但他刚刚讲的好像都是工读生的问题嘞，酒上座啦，服务不好。没有，这个因为我是带他的，所以我也有责任，逃不掉。这关系看起来就是我们还是有责任感的。是。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努力在学，因为我其实面临慢慢讲，不要急，就是有要被换掉的一个危险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努力，会怕。所以如果大家经过瑞光路 TVBS 那个外墙，严佑廷那一格是可以直接撕下來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但最近有在练大招啊。我觉得他在他身上看到最值得学习的就是薪水小偷这件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讲讲话，我们每一餐几乎都有牛排，哇，剔骨牛排、战斧牛排都有，各式各样的牛，对，哇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在跟这个干爹干妈们告诉他们钱花到哪里去。我们现在知道要怎么节省了。好的，试出一些心得。是哦，对。我跟你讲，他的甜点有一集是真的，他救了大家。哦，真的。只有甜点能吃啊，服务都不行。哎，大厨，你看他跟他大厨在旁边，表演后中枪了哟。主厨，没关系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每一集都一直很努力的，希望可以把手中的食材变成大家慈母手中线心目中的那种美味料理。游子身上衣，因为浩哥很厉害，你问他会做什么，他全部都会。他没有不会。浩哥，那你会做那个？会，很有实验精神，都会，很厉害。我在里面就是最菜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什么事都是要跟他们请教，然后他们哥哥们，然后鬼鬼他也是很认真的、很用心的在教导我这个弟弟，所以我后来就真心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他们，然后很爱他们这样子。Peace， 真的要 peace， 因为有几次是大家已经录完影，然后还留下来陪我练习，所以就让我觉得有这么有情有义。有啦，你们练了两个小时啊！你说演戏那一段、就是你跟我说那个红酒。真的很有情啊，康哥，我是知道为什么要留下，因为没车嘛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在旁边想说要练多久，而且很想回去。我一直示意，你知道，我一直这样在工作人员往门口走，没有反应。再走一次，没有要理你、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好吧，就留下来了。食材箱要从中找出五星食材，还是我们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因为刚刚大家有看到你在那边尖叫，然后看到蟑螂吗？所以这是恐怖箱，不会有蟑螂在里面。这一题是亚纶去，对不对？亚纶，好棒啊！那你不要偷看哦。我跟你讲，里面如果真的有蟑螂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箱子可能会炸开哦。等一下，他可能会直接把它炸开。吴英杰，帮他看一下。沈玉玲在做个表情，做个表情。请大家敬请期待，等一下应该会有他花容失色的画面。真的假的？康哥，加油喽！康哥，你要陪他一起吗？你陪他一起玩啊？其实
可以，我可以一个人啊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没有，你要忍住哦。还是你们两个就像那个啊，就是五星级的食材就对了，你从后面这样环抱他这样不用，好，我结婚了，来，你要从中要找出这个五星食材、哦，往下一点，有没有活的、啊？有活的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再下去一点。有活的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真的。往下，往下，有活的。我跟你讲好的方向，往下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后面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往下，往下。好坏。等一下，我有了，这边吗？这边可以吗？往下。你不要闹我，我真的会踢毒篮的。往下，往下啦。等一下啦。可以往下，好想看你。放心，这什么东西？往下，形容上面一点。它是活的吗？有一个活的啦。活的有不会动的。你如果有摸到的东西的话，要形容一下它。这里。对，往下摸它。不，哇塞！有，那是不是那个湿湿的？是那个湿的，是那个什么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什么啦？软软的，湿湿的。别怕。你摸到什么？这个没事。该不会是海参吧？是海参吗？还是海参、欸？你摸的，你问我。这个可以摸，这可以抓起来吗？可以，只是都可以抓啦，可能会咬你哦、喔。这个你不怕，这个你不怕，没事。哦，那个 OK 啦。是什么？我要抓起来吗？不要，不是你要说是什么、啊？形容一下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？先猜是什么？它很像摸骨似的。你先猜、啊。这个东西应该摸起来。没有，我猜不出来。这个东西应该摸起来很有感觉、啊，因为拿起来闻闻看，你可以，对手闻闻看，哎呀，哎呦，有液体，哎呦，有液体，黏液，什么啊？师傅会动，师傅他，请问他最近时运怎么样？你这样摸骨摸下去，哦，最近会破财哦。喂，这个你还摸不出来，他应该有，我可以挤他吗？可以，抓爆，可以吧？有，哎，这是水果，茄子。不是，苦瓜不是，茄子怎么会有汁液？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思考。有一个会滑滑的东西，给你一个啊，青蛙芦荟不是，芦荟是尖的，那个皮山药，它已经削过皮了。答对了，山药对，答对了，山药啊，它还有、哎，但还有一个食材，还有，你再抓，再抓，还有一个哦，好，往下，左边一点，里面有还蛮高级的食材，好，有，我刚刚看到，好，往下，摸抓要。刺猬，没有，刺猬，谁会吃刺猬？不一定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先感受。这个可以摸吗？可以摸，没事。刺刺的，但你要摸食材。目前现在刺刺的嘛。哦，那个，就是滑滑的，这空的东西啊，这是那个你就先忽略好不好？忽略它啦，那个不是食材。往前，好，往下摸，对，往前抓起来。九孔，哎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来，哪一个？生蚝，温生蚝，生蚝，对，对，生蚝，那给你吃，生蚝，还有一个，右边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哪一个？你先抓起来，你觉得哪一个？你先抓起来了、啊，你怀疑的那个东西。哎、欸啊，我觉得你们故意都挑这种没有猥亵的东西耶。你抓起来看看，其实这个东西刚才你有猜过了，海参崴，海参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。但为什么你摸起来好恶哦、喔？你不要再抓它是活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这样抓了。是，我觉得是你抓的姿势很奇怪、欸。谁抓的姿势不是这样？习惯成自然是不是？谁抓的姿势不是这样？你告诉我。抓起来太……你不要晃动，真的不好说啊。没有人抓海参是这样抓，好不好？那是对啊，太诡异了吧？哎、欸，你到前面看，你一定很开心。对啊。有假的蟑螂，我真的，哎，真的很怕蟑螂，我真的不行，超怕。你不要丢我，吴映姐，你手法会不会太粗糙了一点？那个阿布，亚伦真的很怕蟑螂。那天我们从开店，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片段吗？在餐厅里面，那个蟑螂不是一只，那蟑螂是百只，而且它挖到蟑螂的窝。所以那个蟑螂是整个这样瞬间冲出来就灌出来，太可怕了。其实我们在旁边蛮伤心的，就人家一个好好的社区，你给人家对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亲门踏户的，真的。对啊，这样谢谢我们现在把这个食材箱以后不要再玩这个了。耶。
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挫折感是真的很重。真的吗？他会走心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们只是好玩的。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小陈，你刚刚弄完他之后，他回去又要反省至少十二个小时左右。没有，让你感受一下记者会，下次就没机会了。不要这样子吓他，所以故意。哎，你知道 C 位赶快站一站。亚伦真的平常都是这样跟他讲，他说你先赶快去访问了，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后访，最后一次单访。对，太可爱了啦，他。好了，来吧，营业中真的是很让人家很期待的。你不要有挫折哦，真的，刚刚真的好玩哦。其实访问完你应该站在那边去。哦哦哦，我是没差啦。好的啊，太好玩了！这来吧营业中让人这样真的非常的期待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 TVBS 还有贵宾们也非常的贴心，要送给大家大礼啦。我们来请上大礼包，大礼包！哇塞！哇塞！不可能吧？线上这些大礼呢，就为了让你们将来在经营餐厅的时候有更多更好的工具可以使用啦。哇塞！从这个背影，就这些东西都是我最想要的。这个是我最喜欢，但也是我的梦魇，因为有一次呢，外场的时候水倒完了、嗯、我说佑廷赶快去帮我加，十五分钟后他还在洗这个盖子、因为这个盖子里面它其实它是构造是蛮多的、嗯、所以 我洗得很仔细。好的、欸、你真的洗碗真的洗得超仔细的、欸、我洗一个碗你洗五个碗他只能洗一个，对，然后我就这样洗一洗，我说他怎么这么慢，你是在跟他培养感情吗？所以我昨天其实就这几天我都有去钻研怎么洗碗的事情。洗碗是好钻研的、欸、真的真的，今天早上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他跟我讲，哎、欸、浩哥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下礼拜如果录影的话，我洗碗一定超好。好，那期待他洗碗。他有很对啊，这个大礼包谢谢家乐福、富士永水、森宝、大安公园、BB Lab、复活草面膜、英国杰。哎、欸，其实你用英国杰的就很容易洗碗。吴映洁用英国杰很合理吧？嘿 ，IU 还有 Sony Music， 谢谢你们的大礼包，谢谢，感谢。好的，我们的工作人员麻烦，谢谢。每个人都这样一整套吗？哎、欸，你们要拿走了是不是？哦，拍照，他等一下会拍照的，会送你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前面，大家一起拍个照。好，先看中间。好，我们看左边。好，来看右边。来，再看中间。左边。来，右手边。还有哪位没有捕捉？还有谁没有捕捉到的要？中间这边。好酷哦那个！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好，小心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应该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点灯仪式，点灯开幕仪式啦。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个道具。哎，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不要跟直播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直播是哪一台啊？正中间。嘿，对，他们在看直播。Hello， 线上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Hello。好的，来吧，营业中即将在三月十九号要来开幕了。我们数三二一，把这个开幕仪式来插下去了。来，预备备，三二一，请插下去，耶！恭喜来吧营业中正式开幕啦！来吧营业中三月十九号起。TVBS 欢乐台、TVBS 精彩台每周六晚上八点，台视每周六晚上十点，以及 Netflix 也会在台湾上架新的集数了。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准时收看这个用温度经营的，来吧，营业中。